这是什么是吧？胡辣汤啊。这多少钱一碗是吧？500钱一碗。500块钱一碗。小河虾呀，还有小河虾。我还第一次见这样的胡辣汤，还有小河虾。这个会很辛辣吗？你们这个？这个搁外头加佐料。嗯，外头加佐料。这个是啥？这是鸡蛋皮。鸡蛋皮。麻虾小鱼子鸡蛋皮子。哎、嗯，那你们这个胡辣汤跟郑州的胡辣汤还不一样，郑州那边没有这种。这是很传统的。很传统的，老式做法。看一下，这样一份是5块钱，碗不大，但是东西还是很丰富啊。面筋泡是里边洗的面筋炸的，然后小虾啊，葱还是这个是不是葱？蒜苗啊，哇，这个第一次见这样的胡辣汤，5块钱一碗，来我们尝一尝。哦，又咸又辣，但是没有郑州和开封胡辣汤那种胡椒的那种辣味啊，那个辣味相对少一点。但是咸度要比那个咸的多。来，我们配着这个饼啊。好，它这个桌子还是很矮的啊。菜饺，面筋泡。刚师傅讲说这个是西安这边的传统做法，里边还放了小虾。这个补钙。我感觉这个。包括郑州的一样啊，胡辣汤小孩喝都会觉得辣，这个更是这样。第一次尝试，我喝惯了北方，就是郑州那边的胡辣汤，第一次喝的话感觉会有一点点的辣，但是没有那么胡椒的辣，偏咸，但是营养是绝对到位啊。面筋泡，然后这个小河虾，营养丰富的一顿早餐，5块钱一碗。